高空作业危险性高，为维护作业员生命安全，作业环境的防护措施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其中，维护作业员生命安全的工作安全带便应运而生，而一条条的安全带更是生命安全的防护网。在企业结合经营团队技术研发和全球完整布局行销之下，深获客群之赞赏。樟茂公司原先的核心技能是在织带这一块，因为工作安全带系列它是织带跟五金的结合，所以这是我们开发工作安全带系列的动机之一。另外，以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企业应该是要去开发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有贡献的产品跟服务，这也是樟茂公司时时以维护工作人员安全的责任秩序，试图去开创高品质以及高安全性的产品。该公司以弹性纤维包覆纱专业制造，自制率高达90%以上的生产特色，透过一条龙的生产线方式，让工作安全带从卷纱编织开始，到真车缝线制作及相关五金配件生产零件、模具开发制造，同时扩展多角化的生产线，提升产品在国际上之竞争力。高空作业的安全带的特色，它在个人工作安全维护的项目里面是属于高空防坠落的产品品项。它的特色就是要防止工人从高处作业的地方直接坠落到地面，避免造成工人可能因为高处坠落而造成伤亡以及严重的事故，这是工作安全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本公司累积了多年的 OEM 经验，未来在产品的品质上以及品牌的推展上都有很大的期望。本公司会期望从东南亚的方向先发展，然后进而辗转到欧洲跟美洲市场。为提升工安的安全性，该公司不断创新研发更力求安全带的高品质，并设计相关安全扣环配件及辅助器等，为劳工提供工作环境之安全性，为因应产业之所需，更积极切入车用安全设备与赛车产业相关制品之研发与制造，提升各产业之安全保障。在工作安全带的部分，除了穿在人身上的安全衣之外，其他的周边产品还有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像辅助绳、坠落器、缓冲包，这些都是在高空作业非常必要的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可以保护工作者，防止他们从高处直接坠落到地上。为求工作安全带使用时之安全与韧性，以拉力测试产品承受之力量，材料试验检测出五金配件之品质，再透过数种检验，以高规格产品品质提供客户之所需。产品品质荣获 CNS 规范，通过 ISO、CE 安全、GS、FIA 等各国品质认证，其研发与制造时机更为产业界之标杆。目前本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符合 ANSI 的标准，也就是美国的标准，然后在欧洲市场上我们符合 CE 的标准，那在国内市场上我们符合 CNS 的标准，这是我们在工作安全带系列所必须要去遵循，而且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为因应世界客群零距离行销全球化之理念，该公司整合研发生产行销资源，透过业务端密切服务联络，强化互通网络，立足亚洲，放眼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品牌指定商品，屡获佳绩。目前本公司生产的工作安全带系列会比较趋向于跟人的身体有接触的部分。那其实就我刚刚讲的工作安全带系列，它还有一些缓冲器跟缓冲包的部分这些设备它都必须要跟所谓的建筑物所谓的锚点或是说接触点去做一些接触，才能够完整的使用。本公司未来会趋向于往整个系统性的开发整个工作安全带系统的周边设备，然后试图以这些设备去开创未来的市场。工作安全带是施工作业者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而由国人研发制造的工作安全相关配备，不仅符合国际市场要求，更让使用者在工作时毫无后顾之忧。
相信在台湾企业不断研发、开创产品生命力之下，必能为安全带市场注入新活力，让台湾的产业迈入新的里程碑。